今天不去挖冬笋了，挖这种搅拌手来炸薯包。先来削皮。这些搅拌手都已经削好了皮，现在把它刷成粉，削皮削的手都痒了。好了，这个搅拌手都已经刷成了泥，加蒜末，加食盐，糯米粉。好了，开始来炸薯包。开始炸，好吧。炸到这个表面有一点焦黄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看这个薯包就炸好了，外焦里嫩。特别美味。